的。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兰啊。今天买了一件这个外套，厚的衣服拿来给奶奶，顺便来看一下她。还有买了一点青菜，还有猪肉，还有别的东西之类。现在过去，奶奶在上面走下来了。奶奶看见我们来，高兴的哈哈大笑。今天买了一件这个蛮大的这个棉衣，等一下让她试穿一下，看一下合不合适。二娘，棉衣发肥的呀？啊，有。哦，这里 no。哎，那个大半了。这里给补了吗？那大半就不要出来。不。现在让奶奶试穿一下，看合不合适。那这个普通的。啊。哎，那很烂哦。都别弄掉，别弄掉，别弄掉，好不好？我乱买的，这个颜色应该可以。让他试一下。那你给丢掉那个你呗。哦，就那是挺烂的，哦。蛋鸟，是蛋鸟。试穿看合不合适。给你到我的好好你给来喽好的得得来就给得来就来好的好父母搞的给别的好给买个不可能是说给你给你买给刚刚给我刚刚这个这里面有一些黑到外面去看一下哎，老黑哟哟，那辣奶哟一袋。蛮合适的，看一下。我乱买的，大号的。我看他身体还是蛮大的，还可以。真的让你，真的。刚刚好，用别的，给你好吧，给你蛋牛奶，蛋条。快上去来吧，没啦，你那个蛋话都不得钱呐。不会钱。钱啦，钱你没。那不能没喊那名单了，不能蹲的。现在先把它试，让它试一下，还是蛮合适。先把它弄下来，等一下，晚上要是要么到过年再穿了。老板，那个在做面包。嗯，我来嘛。包嘛喂。包嘛。我讲谁烂？我讲没得烂，反正老个菜嘛，都烂起了。老婆嘛。我少做点饭给你，那没得烂了。你没没害我，要我来，你没得害。好，现在把猪肉拿出来。干了。现在奶奶煮饭了，等一下在这里吃一点饭再回去了。到楼上去看一下。好啊，这楼上的风景啊，确实很美。你白眼个呆了。
好，现在我下去啊、切一点肉，弄一下菜。好，现在简单的炒一下肉，然后就再煮一点汤，就开吃了，再煮一点啊、这个瘦肉和青菜。都来一个了。放一点点就行了。毕竟我们经常有肉吃，可以了，这一点留着奶奶吃，人家随便吃一点就回去了。跟着现在吃饭了，这个小孩子现在发牢骚，叫他都不吃。简简单单又一餐，跟你都跟你闹，跟闹跟闹，都跟你闹不是？他你姑姑上来了噻，来跟他走，你玩去。你们应该留了一个嘛。哎，今天那个你跟跟哪个背过来我的哪个东西东西因为我不带的。哦，我哪个过来我我哪背的你们哪个也难得。好，现在吃饱饭就回去了。啊、奶奶，那你你那那爷爷要背过来啊。嗯。好。哎，这次吃饭奶奶要高兴的多了。好，走，背好了，现在回去了。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拜拜。宝宝呀，等我一下，一下咱去个别个啦。哎，慢慢来，嗯，走。